的爱情。其实，我想跟你说，我喜欢你。早安。
哎，姐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哦，昨天晚上去了白沙岛，晚上下暴雨没有船回来。你昨天找老高之前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手机也打不通。嗯，白沙岛没有信号。你们两个是一起去的？对。啊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惠子，是我跟苏木的好朋友。哦，这位啊是甜甜的，是住在我们对面的一个小妹妹。啊，你好，我早就听说过你了。哦，是吗？叔叔阿姨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啊，再等等。要不咱们报警吧？报什么警？稳住！哎，这不回来了吗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么晚才回来？我跟朋友出去玩去了。去哪儿玩啊？白沙岛。那怎么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啊？白沙岛没信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啊？哎，也是。哎，你脚怎么回事？哦，在海边玩，不小心扎了一下。怎么搞的？赶紧坐坐坐坐。好嘛，这回跟你爸凑成一对儿了。该，让你别乱跑，偏乱跑。这孩子回来了，你好好说话。我好好说话，他听吗？妈妈怎么不听啊？你说的话我什么时候不听啊？我最听你的话了。少来这一套。小迪啊。赶紧把他送到二楼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！啊，好，好，哥，赶紧，我去给你看看。嗯。你说你也是的，孩子都回来了，还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呀？都是你惯的。哎，你这人讲不讲道理？我什么时候惯过他了？我不都是一直在惯着你吗？行行行，行了行了，去去去去。行不行？严不严重啊？哎呀，没事儿啊，就扎了一下。坐。你这不行，我重新给你包去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处理过了。包扎的乱七八糟的，什么医生？不是医生，就苏木帮我包扎了一下。苏木？嗯。你跟苏木去的呀？嗯。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。好啦，白沙岛不是没信号吗？哎，给我递个黄色，谢谢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找你，哼。昨天咱不是刚拿到克雷顿的签名票吗？嗯。他过段时间来咱城市又有个表演赛，他那个票只能拿咱这签名换。真的呀？嗯哼。哇。你签名呢？你签名呢？我签名呢，我找找，我找找，绝对。你赶紧给我找去！哎，你这个要弄丢了，我可饶不了你。绝对丢不了，我去找找。我记得，我找找啊。老高那边怎么说？哦，老高看了图纸，觉得我们的创意还挺好的，不过他提了几个意见，如果我们能改正的话。合作应该没问题。我就说吧，老高肯定会欣赏你的才华的。这次也是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也找不到老高。我只是刚好知道他在白沙岛，但具体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。你是怎么找到他的？我们走遍了大半个白沙岛，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他。哎，
我说你们两个别聊了，有什么事情下午去公司再说呗，赶紧出去玩吧。波波好久没有来你这儿了，接冻坏了。波波，来。幸好你没把签名给我弄丢了，要不然，哼，怎么可能弄丢呢？哎呀，那我一会儿就去抢票了，如果抢到的话，咱俩一块去看。好，哎，我们的克雷顿。哎，你这换了身衣服，待会儿干嘛去啊？问你呢。哦，我一会儿去冰淇淋店。脚都这样，去什么去啊？走吧，走了。嗯。我妈做的饭很好吃吧？阿姨做的饭必须好吃。是啊，我也很久没有吃过她做的饭了。哎，苏木，那是你说那家冰淇淋店吗？就特好吃的那个。嗯。那正好，再买个尝尝吧。那我就先回公司了，我就不去了。嗯，走吧。喂，你的。今天哪个最好吃？哪个都好吃。哪个最好吃？这好吃。巧克力的。嗯。你好。你。哎呦，惠子姐。哎，你不是那个王阳一的哥们儿，李迪？啊，对对对，你还记得我？嗯。哎，你来了，他早就给你做好了，等我一下。给，你冰淇淋。谢谢。你要吃什么？老规矩，分一半就行。可以给我一个勺子吗？好嘞，要不然你。谢谢。走吧。嗯。记得吐。喂，王晨峰，打球？今天就算了吧。去打球。你脚不是还有伤的吗？
这不有药吗？好吧，我们马上就到。走吧。姐，你之前在学校学的什么专业？我是学室内设计的，比李姨大了一届，但我们是同年进的棒球队。之前老听爹夸你来着。本来棒球圈女孩就不多，作为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女将，你一定要发扬师姐的精神，跟你爹哥再拿个三连冠。三连冠我可不好说，我就是喜欢棒球，但打得真不怎么样。只要你在队里，王晨峰那几个哥们儿就练得贼带劲，所以说鼓舞士气就是你的作用。我怎么发现我当年在球队的时候怎么鼓舞不了你们的士气啊？谁说的？我就很有士气啊。行，谢谢师弟。来来，小雨。喂，哪儿呢？我们外边喝酒呢。和谁啊？我甜甜的还有丁小雨。啊，还有丁小雨啊。嗯，等我，我这就过去啊。老地方等你。谁啊？迪哥。一哥王彦毅，马上就到。一哥，行了，技术的问题啊就讨论到这儿了。这是公司的基本战略部署，你看一下，如果顺利的话，公司将在日本设立分部，到时候啊就你和苏木来负责。好，没问题。哟，小雨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好巧。你是？你不记得我？你不记得我没关系，我来告诉你，咱俩一起打过球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是你啊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哪能是你说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没能经常出现在你身边，我自罚一杯。哟，你也在这儿呢？哟，您来了呀。哎呀，你俩行了，别斗嘴了，大家干一个。来，干。你少喝点。你也是。少喝点。一哥，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苏木和惠子在公司开学术探究，我又没什么事儿，所以我就偷偷摸摸跑出来。
跟你喝两杯酒。一哥，你不跟人开会，还老往外边跑。你在公司是干嘛的呀？财务总监，就是那个管钱的。我去上厕所，石贤，我陪你去。嗯。哎。我说一哥，你这表现的也太明显了吧？有吗？我就怕他不知道呢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喜欢一个人一定要告诉他，你藏着掖着，谁也不知道你喜欢他呀。你就不怕他拒绝你吗？这死也得死得瞑目呀！你不告诉他，他怎么知道呀？哥们这把不一样了。丁小雨他跟其他女孩不一样，他让哥们上岸了。我觉得我以前的日子白活了，我这把是真心喜欢丁小雨。我要给丁小雨表白。苏木。哦，好的。哎，王延义呢？小雨啊，你平常喜欢干什么呀？平时就喜欢打棒球啊。没别的活动吗？嗯，还喜欢出去玩。露营，露营去不去？我就算了吧，我太累了。露营去不去？要不去吧，正好大家都散散心。肯定去啊。那我也去。得嘞，咱露营去啊，明天12点。哎，接个电话。喂。我就在楼底下去接一电话，马上上去，马上上去，马上上。哎。我明天12点约好了，约好了。约好了啊，等我。我回来了，怎么了？你干嘛去了？哦，我就在楼底下，你们聊技术问题，我脑袋瓜疼。这日本公司的事情啊，还是由你来解说比较好。我们有个日本的客户呢，看上了我们的技术，想在日本抢占市场。具体情况是这样的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明天要不要去露营？没时间。别呀，我叫着李迪和甜甜的，还有我一小女朋友。不去。怎么还是老样子呀？我刚跟你女朋友聊回去了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发个微信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只要有点钱，就满肚子花花肠子，没你把踏实。嗯，谢谢老婆宰呀。哎。找男朋友一定要擦亮眼哦，这样的人啊不能找。嗯，不找都不找。老婆，你也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我觉得李迪这孩子就是很不错的嘛。嗯，这孩子不错。李迪，对了，爸妈，我明天还要跟李迪他们去露营呢，我先收拾去了。那你去吧。嗯。哎，那个防蚊液别忘记带了啊。哦。哎，老婆。嗯。你说李迪跟咱闺女从高中就在一起了，你说他俩会不会更合适？我感觉不会。为什么呀？我不说了吗？感觉。哦。感觉。防晒霜，咱明天可是去露营，别化那么浓的妆，没地儿洗啊。
啊，最重要的是你得早点休息，好吧？一定睡个好觉，啊，拜拜。他们人呢？来了，人齐了，上车吧。再等等，还有一个人。谁啊？这不来了吗？你们怎么那么嗨呢？嗨起来呀！差点音乐。我就问问你，你渴不渴？要不要喝水？啊，不喝，谢谢。那你渴了告诉我啊。嗯，我这儿有水。谢谢。德德，你也来一瓶。啊，谢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一直都特别臭美。以前啊，每次去球场之前，都花半个小时搞头发。他说抹一堆油，结果打完球之后就跟被驴舔过一样。现场都是大老爷们儿，也不知道他臭美给谁看呢。谁说就是大老爷们儿？不是还有你吗？哎，你什么样我没见过呀？你用得着搞这些吗？搞得王晨峰一直盯着他头发看，球都没接着，直接扑到他身上，两个人深情相望，那场景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哎，不是，王晨峰那回可不是奔着我的发型。你开窗户干嘛呀？热了。哦，那我开空调。是他们那个队友输不起，所以让我。我不是开空调了吗？你又开窗户干嘛呀？看风景。他输不起，所以让王晨峰故意犯规罪。你不吹得慌吗？不吹。我帮你拿吧，我帮你拿吧。哎，不用。没事，哎呦，客气啥？走吧，走吧。嗯。哇塞！哇！哇塞！哇！哇！那是，我找地方能差吗？哎，这风景真好。四姐，我们拍照吧。好呀。哎，我也来，我也来，来拍照，拍照，拍照。孙悟空来一起拍照呀、啊？我不拍，你们拍吧。没事，那我们拍吧。三二一，茄子。怎么不好使、啊？怎么了？哎，没事儿，让孙悟空帮我们拍一张吧。
他不会拍照，上次给我拍照全糊了，一张都用不了，真的。谁说我不会拍？微笑。保持你能不能快点啊，脸都要笑僵了。马上。拍个照这么复杂吗？好了，来，我来看看。来看看。苏木，你拍的什么呀？苏木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我就说他不会拍照吧，非不信。哎，李迪呢？赶紧，赶紧，重新拍。来来，我拿着拍了。来，大家一起拍，三、二、一，茄子。瞧一瞧，我找着地方厉不厉害？牛不牛吧？哇，可以啊！咱们一会儿啊，把帐篷一支，烤架一放，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低头看着海里的海豚，吃着烧烤，喝着酒，惬意。这家什么都没有啊，帐篷呢？我早都准备好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哎呦！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早就准备好了。那牛肉、羊肉还有羊腿。我说的不是这些，是我那烟花，烟花呢？来来来，这组块。哎呦，这组块呢？多冷啊，多冷、啊！肚呢？这底下都是，全是的。这能放吧？保证能放。那不相信你自己试一下子。是是是是。我试什么试啊？我试了不就没了吗？把帐篷先弄过去啊！走了啊，谢了。晓得了，晓得了。小雨，我帮你吧。搭好了。那你帮我吧。行吧。真贤惠。你让开。哎，今天这个帐篷睡起来肯定会很暖，很暖。搞定。谢谢啊。没事，你这搭的不行啊。哪儿不行了？这边比这边要高，我来帮你弄吧。别弄了，都已经搭好了，我觉得搭挺好的。你让他弄吧，他有强迫症。走，让他修吧，我们去看照片。张海来，坐我这儿。快快快！啊。和其他女孩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吗？我知道啊，因为我根本就不吃你这一套。古灵精怪。嗯。小雨。嗯。我有个梦想。什么？下辈子你能做我的心脏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不跳，我会死掉。那你会得心脏病的。
令尽管。烧烤去。弄好了，没问题。哎，好像有治愈。哎，不犹豫。捞到鱼了，谢谢。我们玩游戏去。准备。你这看着有点辣呀。辣了才好吃啊。嗯，你尝尝。我才不吃呢。来来，咱们玩个游戏，国王游戏。抽到国王的人选两个人，有惩罚措施。来，一人一张牌。说惩罚，惩罚呢就是，哎，吃这个辣串吧，刚烤出来的。几号有几号？一号和五号。谁是一号？你克我呀你！克的就是你，吃吧。谁是五号啊？不是我。谁是五号啊？反正你也爱吃辣。辣辣，我们碰一个，还真够辣的。第二轮，哎，来来来，拍给我，拍给我。第二轮，第二轮。
吗？自己学的啊。一号和二号。我是二号。我一号。哎，行吧，来吧，兄弟。咱以前不是老玩这个吗？对吧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开始新的一轮。啊，快抽快抽。嗯，这把我试了。咱们就玩个刺激的，面对面俯卧撑。面对面怎么做俯卧撑啊？就一上一下呗。几号啊？那叫二号和四号吧。我是四号，你肯定是二。我不是。那谁是二？我也不是。出去坐坐。哎，你小心点啊！